那个什么的啊，这个看起来真的超像乐高的。对啊，我有想大家会有一个一个是要分开的吧。开始。Hello， 各位模型大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皮特，最喜欢模型的阿彦。我们今天又来到我们的暌违已久的利友 PB 宇宙的时间了，所以利友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好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？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其实有点累，我超级想睡觉了。超级想睡觉。对，那你是哪里的？哪来的利友？你不也说明一下？我其实我已经有点搞不清楚，到底是从哪个时间点过来的利友。你已经不知道了吗？对，我只知道我现在是个很累的利友。哦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是来开 TB。那是几月呢？其实就上个月加这个月嘛，因为好好看看标题就知道几月。对啊，就是今天已经十一月了。然后这一次其实有超多箱，等于慢了一个月嘛。对啊，所以总共所以来边开边讲嘛，所以总共来了五箱，乖乖。怎么忽然冒一个梗？所以你先来看第一盒，然后你继续说啊，你继续说。所以、其实我们也有点忘记到底什么东西，因为实在太久了。有啦，过了两个月啊，对不对？就是依稀还有一点印象是什么，可是就是要打开看才知道。让我们瞧瞧。好，看第一箱，第一箱是什么呢？上吧，上吧，利友。你看，究竟这样会不会让你回复你的记忆，会让你知道你到底哪来的？哦，第一个是 F91， 这是什么？我最喜欢的 F91。哦，是那个白色的 F91 吗？对，好，我可以先把箱子拿走。白色的 F91， 哇塞！对，就是那个两机 set， 这个是什么？两机 set？ 对啊，就是之前那个什么大和元邦男。不是有一个什么？可是不要讲错，不是大圆满，富野悠游记那个，我在干嘛？我果然很累。可是，这个是有两机的设定哦、喔。对啊，它有一号跟二号机哦、喔。对啊 ，F91 很小台啊，所以这个盒子你不觉得很厚吗 ？F91 盒子其实很小不是啊，就是换个01，然后02这样。没有，而且最过分的是里面两边其实零件对调。哦，两边零件对调。原本的 F91 不是下巴跟那个脚底板都是红色的吗？他把其中一个红色拉过去，另外一边蓝，因为另外一台是下巴蓝色，然后脚底板是蓝色，就他们两个对调。你看有两只吧？所以这样对调完就变两台配色就对了。没错，那其他都是白的。哦、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 F91 的 HG 的零件了、啊。对，你往那边摆一点。这两就两就 double 啊，那不一样的在这里。对，就这片哦，就是以这片就可以确定就是哦，所以一只是蓝，一只是 红然后但是他们又对调。哦，你说下巴对调？对对对，不，对，下巴对调。OK， 那零件因为就是 F91， 我们就没有特别看，多了一个这个零、这个贴纸啊。对对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也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有两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一盒最重要的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它有附那个原创的光束步枪哦，在这里。哇，这很重要呢。对啊，这个跟一般的 F91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。对，很棒吧？这个原创。你确定这是富野设计，不是大和源吗？没有，它是那个，我记得这个最早出处是那个富野悠游记展的时候。哦，可是是大和源画的。啊，随便啦，就反正就是那就是他们嘛，就是、OK。所以说明书反而没什么。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它就是附一个人。哎、啊就是欸，你不能是这样，两只你想要说明书有两张是不是？不是啊，同一台啊。哦，好吧，你重复做，你重复做，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特别的部分的所有的零件都乘以二。嗯，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原创光束步枪。我跟你讲，买这盒就是为了这個光束步枪，好不好 ？OK， 然后他这边也真的有写，就是红色的，就是。这是天线这个跟那个机器这个红色，对，然后底下是 blue 蓝色的，然后这边反过来，过来，对，好，解码完成。这个实在是太邪恶了，你看，就是只为了你看那个零件，就只为了那个零件，那就可以拆成两台耶。好，好，下一位，你很多盒，快一点啊，很多盒，快一点。看这有五盒我们这样已经开了五分钟，五盒难道要开了半小时以上吗？没有啊，对对，一盒五分钟已经很快了，好不好？你这喜悦都没有办法延续的感觉，就一副那种冲到底的那种感觉。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没有关系，你今天即使这样，你还是有很多的喜悦，好不好？好，都来不及消化的感觉。那这盒又是什么呢？怎么都是从底部开始，这样比较有开盒的感觉，可能吧。
哦，又是，但是不一样。这个是F 九十，你不觉得 F 九十的配件？这是 W 装备吗？配件对啊。哎，各位，我们快要把26个英文字母凑齐了，加油，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。W 配件，对。哎，你说快一点，结果你合测拍啊！你合测这种合测有什么好拍的？你要拍拍里面啊，哦，因为我记不住。有水贴好不好？这是 MG 的，W type。然后呢？然后，对啊，这个就是肩部的支撑架吧。W， 这其实都是全新规的啦。对啊，因为为了搭配那个哦，这一组最重要应该就是这个吧，翅膀，光之翼，你看有光之翼嘞，连光之翼都有了呢。我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哦，造型是全新的吧？对啊，当然是全新的。酷呢，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说明书啦，这样比较有那个。哦，就是这个光之翼了。对，这样才有那种感觉的和，就是，哎，这个是算是新的设计耶，以前也设定也没有这些东西，这个是后来请、这个、补足的，对，请大和源补足的，就是说有缺的把它补足。对啊，这样这个 F 九零的企划就可以 A to Z 了。对啊 ，A to Z。好，下一位。这个我觉得、哦，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很快什么，它这个就是你，就是大家可以看之前的 F 九零系列的影片。好吧，他、如果喜欢的一定会买了，我觉得没有啊，不是为了凑齐。可是不是有人讲说，就是叫我们到时候26个英文字母凑齐的时候，稍微再稍微看一下，没有再来拍，没有再来拍一集。你要拍什么？再拍一次盒子吗？没有，就拍一个26个师兄弟都归位这样。太疯了！好，下一盒，下一箱，这个比较长。这个要怎么开？欸，好，我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开，我就，我们最喜欢看你开箱了。侧一点，侧一点，把它打开。哦，这个其实就开，就快速的开。虽然我想大家等了这么久，应该都会等你，即使是影片还是会等你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还是大家都用两倍速观看？两倍速观看吧，有的时候太长。哦，也可以啦，因为我们这次真的。哎、欸，我都忘记了哎、欸，这个。等一下，怎么那么多个？理由 S 没有啊，有一些是那个嘟嘟老师要的，我其实只有买一盒而已。哇塞！然后嘟嘟老师说他要那个要两盒，那我就多买了。哇塞！这个彩色盒子哎、欸，来看给大家看个清楚。这个理由 S 怎么有那种 R 加加加那个什么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吉昂是不是？拿盾牌那个。有大光剑的那个，真的，它这个光剑闪到已经看不太清楚是什么了，太闪了吧这个盒子，而且是彩盒的。哎呀，而且你看这个字，怎么很少有这个字会用这个这种浅绿色的，是为了配合它光剑。因为你平常应该是这个颜色，对啊，怎么会？是怎么了？只是很瞎趴的一个概念。没有啊，这个小编怎么了？有点累是不是？不过我每次看到这种就是 PB 的这边什么都没有，有点空虚感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盒子感觉很怪，超怪的。他就 PB 的都这样啊，嗯，对不对 ？PB 的。可是那他为什么要做彩盒？然后啊，我知道了，这该不会是给新人的功课吧？啊，反正那个盒子，你现在去上班以后就开始想这些了。OK 的啦，这个你上班好，这样你就可以买 PB 啊。我又再次变成社畜了。哇，欸，我觉得这个披风好酷哦，怎么可以这么大片，真的很大哎，这个哎、欸，你看真的哦，很长哎，而且那种就是布的那种感觉好像有做的还蛮真实的，我觉得比以前做的好很多哎，是不是那个什么那个立项系列的技术反馈，就是他们为要做那个什么拉克斯的裙子啊，什么初音未来的那个头发、啊、之类的，嗯，就开始很会画这种很奇妙的曲线。可能因为我没有学 3D， 我就会很果断的说，这已经就是自己 brush 做的啦，然后再转档就变这样 ，OK 的啦。其实真的越做越自然的这种感觉，就真的蛮。所以你要做披风机体，就会想要杀这个啊，对不对？
好，应该可以吧？比如说，万一披弓不够长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怎么把嘴巴变长？通常应该不会不够长，通常应该是会把它截短的。好，那你看这个里就是里欧，就是里欧，里欧斯，雷欧斯，雷欧斯，那不就是也是新的吗？这个是这片是新的，可是它里面我记得有很多里欧的零件啊，这个就是吧？这个是雷欧，里欧吗？对啊，不确定，也看不清楚。是啦。好，里欧好。对啊，你看这个关节，这么阳春的关节。没有啊，这就是里欧，里欧全部都用这个关节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所以里欧就是。然后这一片就是兼用的、啊，原本里欧的零件。对啊，红色的。所以我可以做出红色的里欧。对，因为全部的装甲都是这一片而已。看，好帅哦。哦，那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做什么雷欧斯？我们做里欧就好了。红色，所以你有一只可以做成普通的红里欧。没有没有，这边两只我只有一只而已，这边两只都是多多老师的。OK， 真的耶，全红的，真的哎。然后还有这个更夸张的，这是里欧 S 的里欧斯的零件，对，就是这个是头吧。然后也有这个看起来很像那个口香糖的感觉的颜色。什么口香糖？什么海啾的颜色？对，海啾的颜色，没错，就而且是那种，已经嚼过的。等一下，这有分两片呢？啊？为什么附两片？没有啊，因为光剑有两把、啊，本来就附两片、啊。那这样，没错、啊，它有多很多多余的零件、啊。不是啊，那这样可以组两只里欧斯出来、啊？不行啊，怎么可能、啊？没有，你再配一只绿的里欧。们不是，它零件多也没有多到这个程度啊，因为你看它这边脚只有脚底板只有一组啊。哦，那、啊、你反过来也是一样啊，那、啊、只是说这个屁屁这样子有多而已、啊。哦，然后头部我不确定可不可以组。等一下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才第一次看，你怎么就知道了？没有啊，因为这两片是同样的，你刚才不是已经讲了，这两片是一样的啊。哦，真的哎。对啊，但是问题是上面有的东西不是就是只有那些？哥，好过分！可是身体有给两个啊，啊好来，身体装起来有给两个、啊。对对对，到时候装起来，你要身体给你身体啊。我就多一个。红色没有，这样你就可以实现你的红色的里欧吗？然后那个他的亲卫队就只有这边有花纹这样哦，你就可以做出这种里欧。原来如此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他的脚是新规的脚，就是这个地方只有一组啦，但是这个倒是给了两组。对啊，所以身体的部分可以，哦、大家可以 OK 啦。我们这个开箱非常有解析能力，这真的是解析能力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好、啊。我是完全真的没有看过相关的，这是很酷。我只有看人家组起来说很帅而已。嗯，我是真的觉得蛮帅的啊。而且你看这个，嗯、这是什么奇妙的组法、啊？你看，要先把这一片那个，这个是不是以前那个转蛋里？对啊，很像转蛋里面的零件啊。然后乐高有没有？乐高也有这种。乐高那个骑士系列不是有个头饰，然后三个点？对，就它有分好多片给对给你，就很像这个东西。你看它这居然一看一次装上去之后，叭叭叭，全部把它拆下来。这个是方便你一次做，方便呢、欸，方便你一次装，方便的理由也是奇怪，我觉得这为什么这几箱看起来都还蛮妙的，尤其是这一盒都蛮特殊的啦，就是、哦、看一下后面这个哦，你看除了这只之外，还有另外三两种不同的理由哎、欸，怎么样？理由越来越多了，超棒的。嗯，好，这个会出吧？你看理。这个是雷欧斯，然后这个是什么雷欧鲁，然后这个是什么雷欧？嗯，好好好，丢回去。好，可以啦。这个系列如果有出，你都会买，对吧？因为毕竟你是里欧啊。嗯，没有，我是觉得是还帅才买的。OK， 那另外两个帅吗，感觉就是你不觉得这很像里欧队长机吗？所以就买一下。他的确是有点队长机的感觉。对啊，这个超帅的，好不好？嗯，反正到时候嘟嘟老师要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。就可以看，大家就可以在直播中看到嘟嘟老师做这台了。OK， 下一个，下一个 ，Next， 就再来就是要搬运了。哇、哦，这太大一盒了，我们先直接把它打开來吧。好，好，来，这一箱特别大、欸，哎、啊，超大一箱。看看后里面会啥呢？没记错，应该是那个吧？啊，我没有买海牛啦。那所以这是什么？海牛泡。啊，整箱都是真的啊！我买了六把，你把我一直挖出来看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！天啊，要全部拿出来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你先全部拿出来！哇哇哇哇哇！你这是摆地摊哦！摆地摊，对，没错。天哪、啊，1000不用，800不用，好，不能再讲了，越来越所以800哦，没有啦。没有啦，这有一些已经有人要了。对，先有些已经有人要了。等于是帮朋友订的。对对
OK 啦。好，那我们就 开最下面这一个。对啊，就开最上面这个吧。哇，你看还有其他六只当底，超爽。这个背景好恐怖、哦。哇，这个炮真的是有够大的。这个零件上面 哇这么多洞洞哦，天哪！这是什么洞洞？装甲的、哦？没有啊，这是最那个炮最外层的那两个。哎、欸，它这个贴纸看起来是 RG 款。哎、欸、，RG 没错哎，是 RG 款，为了配合 有金属贴。对，它这边有写 RG 啊，它为了要配合 RG 版，就是要做的跟 RG 一样。所以 RG 还牛用的。你看旁边刚好有那个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大小。真的，哇塞，比夜鹰快要比夜鹰的本体还长。对啊，哇，太夸张了。然后这个是台座，哎、欸，整个本体吧。没有啊，这个是那个发电机啊、哦。可是上面这是本体。对，这个是后部啦。后部、嗯。你看握把在这里。哇，那超长的呢。你看是这么大，然后我看握把在这里。然后加刚刚那个长度嘛，对、啊，加上去。没有啊，稍微套起来。你看这边洞洞，哎，这边洞洞这样装起来的感觉。OK。对、啊。嗯，真的不错啦，喜欢大枪。这个有够大。有够大的这个。对啊，对的。我还要给一个那个。就是算什么烟灰色，不是烟灰色，这个有点透明灰啦，透明灰的透明黑，对，透明黑。有人会觉得這是透明黑。哦，炮管在这，哇，黑黑的两大根。对、啊，然后还有一堆电容。电容？对啊，不是吗？它旁边那都电容。对啦、啊、对啦、啊、就这个、啊。这边有四个电容啊。对对对，哇，这个底下放很多很方便。哎呀，支架，支架给两组，至少给的是特殊色啊，可以的。可以啦，两组。但是觉得零件其实没有很多哎、欸。零件对啊，的确没有很多。哦。但是这个新贵、欸、有那么多没有用到的是干嘛的？没有啊，就是它那个支架、啊，这个是支架、啊。哦，支架，我想说怎么可能本体那么多没有？原来是支架。啊、支架的，对啊。本体其实就这样子，对啊。零件没有倒是没有太那个。稍微。可是以 RG 的比例来讲的话，这个零件算是很大的零件哎、欸。真的很大，对吧？嗯。就144的来说了。它有什么缆线之类的吗？有啊，这边有一根。这是哎、欸，这不是缆线，这是那个，这是零件。旁边的冷却管子，冷却回路。嗯哼，冷却管。好，冷却管嘛。然后、嗯、这电缆也有接到身体上的线之类的吗？还是这支？它不是接到身体吧？我记得它是这支就不是的。没有没有，它是接在那个什么地方的？接在哪里？有啊有啊，有一条线啊，然后不是接在身体、啊。哦，接在旁边有个电池、啊，旁边接在这个类似充电器。接在电池，好，我觉得我跟你讲电池，大家可能比较可以接受，也算是一种储能装置啊。对，听起来很比较有学问。你看这个炮实在是大到，你看要用先卡在肩膀上哎、欸。嗯，这个就是有设计的部分吧。嗯、然后支撑是这样撑。OK 啦，嗯，超大炮。哇，你这样一下开完六盒，很棒哎，超爽。你的六盒都一样的。哦，因为本来设定这个炮不就是装在那个什么战舰上的炮？他把你说把它拆下来，变成可以在那个 MS 运用这样。没错，所以你看买六把，其实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基本上是两个炮座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一个炮座是三连的话，你看这样是两个炮座。三连是大和号。对，大和号没错，超嗨的，超嗨的。但是你把桌面变成这样，我们要怎么样继续下一盒？没有啊，你等一下就按暂停一下，我们就可以顺便啾让它就是。好，那来啾一下。好。最后一盒，我们刚刚从那个什么秀里跳过来，我们这累，这五香乖乖真的可以啊！这个五香乖乖真的实在是，哦哟，不要以后不要这样塞船了，就是、每个月乖乖到货，不是很好吗？一定要这样一次来就觉得哦，我们承受不住你太多了，所以这真的是两个月的呢，对吧？哦，这个啦！哦哦，这个啦！等一下，这边我记得刚才好像有看到。对，我们会有另外一片有这个，但是我们那个影片没有讲的这么详细，所以我们还是请 Leo 把它仔细的看一遍好了。好吧，我把它拿出来。对，你把它拿出来。欸、所以这边有两盒哦。好，但是你们这边有两箱啊，那这个时候要不要？那会在另外一个影片，大家可以点过去看，到时候可以。一起拍，就是巨大的十四只这样，已经很多了，不要再加上去。哦，你看这个炮好帅哦，然后又有翅膀，这不真的不是零式吗？它还有重点是这个长矛，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长矛。哦，我觉得好帅哦，而且还有一个腹腔吧，我记得是不是？哎，腹腔这一个有啊，这里面有腹腔啊，那就都通通都有了，好爽哦，吃一口通通都有了，这个月真的是 W 月吧。
水贴。哇哦，这个水贴上面你看这个是老鹰标志，赞呢。其实这就是托尔吉斯不是吗？啊，对啊，我没有煮过托尔吉斯哎、欸。这个你现在看 A part 的应该是原本托尔吉斯。哦，这个是托尔吉斯，但是分色不一样。这是托尔吉斯原本的、那個、原本的，嗯。然后你看下面有不一样的哦，这个公鸡头，这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公鸡头好棒哦！哎、啊欸，等一下，可是这个公鸡头居然是一片这样实心的哎。对啊，它没有两片盒，你也不用做无缝哦。好神奇哦！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不要扭了。没有啊，这样拍得清楚吗？很清楚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看它就是就这样一片哎。真的。哇，这个公鸡头超帅的。真的、啊，然后这个翅膀你仔细看。是什么？这翅膀也是不一样的，新规的。欸，所以上面是写托尔吉斯 FEW。没有错，它这个旁边，你看它上面有凹槽，可以放那个文章，可以放那个龙的文章。是龙吗？还是老鹰？应该是鸟吧？是火鸡吧？龙的文章，等一下，你是那个神龙之谜、啊、对神龙之谜看太多了，你可以改成龙的文章，感觉上就强很多。你看，这就是那个腹腔的那个矛头在这里。Oh, OK， 对啊。哇、哦，好酷哦！天哪，这什么鬼？这完全是新的，其实很有诚意啊，我真的觉得。可是那这个就不是了。哎、欸，可是这个东西就这两片不是而已。上面写 Wing 钢弹，但是它的结构有改。Zero EW， 它其他的结构有改了。那光速键呢？光速键不知道用不用得到，你就到时候会画叉这样。嗯，你等一下看一下说明书好了。你现在觉得怪的样子，你要去看一下说明书。哎、欸，所以这片呢？这片就用这两片就用不到啊，就是多的啦，多剩料。而且似乎是我们现在拍到的这整个都是多的，真假？那、嗯、后面这个药，下面这个药，这也太那个了吧？送你这么大，送你掉毛了，这没有用啊！这样你要怎么用啊？就 PB 的常常这样，这很难用吧？因为其实他们重点的模具的成本是最高的，那、啊、多射出给你这个零件其实都是没多少钱，是啦，这么塑料给你是没多少钱，对啊，重点是模具、啊，这个也是原本的托尔吉斯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腹腔的那些零件嘛、嗯。然后这个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这是哪里的零件 ？PP 啊？不是啊，这个其实是那个推进器的零件。推进器哦，换成这个，对，它不一样，因为原本托尔吉斯背后是两个很大的一个，对对对，它把推进器的一些。肩膀上是两个地方变成在那个翅膀上面，喷射的背包吧，变成在那个副翼啦、嗯。这个都是原本，这是托尔吉斯的，托尔吉斯一二三都是哦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出托尔吉斯很赚啊，因为这些都是兼用的，嗯、真的不错啦。我是觉得挺有诚意的。那这个也是，这应该都是原本的，这都是托尔吉斯啊。对，哦，这个就不一样了，这个是新的翅膀，新的毛，托尔吉斯 F 的毛，嗯。造型不同，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比原本的比较锐利，就是比较尖，就几何、啊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其实拿旁边那个原本的毛来看，你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。原本的毛在哪？原本的毛比较圆，哎、欸，我记得就在你刚刚那一片。没有，这怕吧？哎、欸，这边没有毛，另外一怕。这个上面这有毛啊？啊，没有没有，重点是它也有这个毛吧？我记得在那一片。你说这一片上面这个？对对对。的确是不太一样的，哎、欸，这很像这个毛。难道它没有附原本的毛吗？我记得有啊。没有啊，这个就是原本的啊，不是吗？没有，原本也有这个毛、啊嗯。好吧，可能没附吧，没看到。没有吧，没看到的耶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个也是新的。没有，这是新的、啊，这都是新。总之，这些都是新的毛。哇、哦，还有长枪，哇，这盒好赚哦。对啊，什么武装都有了，就在这里。那买这盒就好了、啊。对。对啦，应该对。这盒这么帅、欸，但你要这样想，买这盒没有托尔吉斯三呢、啊？哦，你要买这盒再跟托尔吉斯三合体，托尔吉斯三 F， 对啊，这其实大家都有讲了啦，大家都想象说这个一定是最帅的，对不对？看，因为托尔吉斯三其实最像骑士耶，再加上翅膀，我的天啊，这什么鬼？就是天使骑士，哇，听起来好怂呀！哎、欸，你要不要做这个去比赛啊？天使骑士，这大家都会做吧？那结果你现在讲出来，大家都不没有人做。那、啊、你做出来去比赛，就跟人家不一样啊。那我可以做成红色的吗？你可以做成黑色的。哇 ，Win 钢弹 Zero， 我看哦，这也是那个，这就是翅膀的一些连接。哎、欸，可是这看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。很精密的感觉，你看这都是那光速枪。看你有没有煮啊？这个大推耶、欸，我没有煮。
那个不要小看它这个简单的结构，超稳的。我那个时候在人生的低潮，哪有？你那时候在沉潜，这样潜下去這樣。人生的低潮就是我靠，三G怎么这么高啊？这样。人生那是因为三G高，而不是人生低吧？对啊，但是就是人生的低潮。这个说明书也是完全新的，你看那个封面啊，封面就全新的呢。好，翻回来，蛮帅的。哇哦，这个打叉零件意外的少哎，但是这个这边很多，但是打叉零件特大，你看你这个叉这么大，这个叉哇，好大的叉，第一次看到。这个叉怎么这么大？超大的叉哎。可是其实蛮多的，这边你看这边超多的。哎，你看对啊，这个你看这个还不要哎。对啊，那些毛，那拿去旧的毛了，这个拿去给你的千身大将军用，又多了两把刀。哇，那我们这边超多的呢，千身大将军，你不觉得这很像千身大将军的刀？全用全用肩膀的刀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直接改起来好了，改起來太荒唐了。千身大将军的刀，我看斧枪加长矛，哇，这一盒真的什么都有了，真的什么都有了。哇，这其实，而且重点是它这个攻击头真的超帅的。你喜欢这种叫什么造型？仿生造型。我喜欢公鸡头，我觉得很帅。整个毛起来，这样子搞不好，欸，拿去跟那个托尔吉斯三换了。托尔吉斯三，那你就把毛漆成蓝色的啊。你看托尔吉斯加公鸡头一定很酷。可以啦，我觉得很棒。对对，你看他，因为他这个没有下巴嘛，托尔吉斯三有，欸，托尔吉斯三也没有下巴。托尔吉斯三是，应该是说托尔吉斯三没有嘴巴上面那个三乐孔。哦，好，對，比较有整体感。對，看起来就更帅，更像骑士。其实改一下，把它融合也好像也不错，因为托尔吉斯看起来比较像。把这个毛跟那个对啊托尔吉斯的那个三叉戟融合在一起，对，超帅。不要吧，太多了啊！不管啦，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喜欢乱接嘛。好，你来看一下翅膀结构吧，这边都还一样。嗯，有一样吗？可是这边就已经不一样了，啊哦。对，这边不太一样。对啊，就这个不一样了。嗯。这个超不一样的，哎，那是组装在前面啊，所以你说那个推进器在盖的背盖就在这里，对对对对 对，然后加上一堆羽毛，这个羽毛还跟原本的不一样，羽毛有新造型，嗯，好酷哦，天哪，挺不错的啦，然后武装也是齐全的，什么都有了。对啊，你看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感觉不晓得够不够稳，因为它是三，有点像那个三节。接在一起没差啦，大家都只拿中间这个，没有人要拿斧头了。干，斧枪也很帅啊，那你多买几支 OK 的啦。你就可以各拿一组武器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这边这两盒都是我的。OK 啊，你可以两种配置，两种配置，真的。对，也图跟那个刚刚那个。哦，原来刚才那个很奇怪的那个，原来是那个斧的那个开封的部分。原来如此。看这边圆圆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有走一个角度。哦，其实设计真的蛮多的，好神奇哦！这个长枪也很帅啊，有完全分色耶，超酷的，觉得很棒，这个非常棒。这个德斯炮看起来就这个什么，不是德斯炮，这个叫什么 ？Dober gun， Dober gun， 多巴炮，多巴炮。我们都是乱随便乱叫，对，多巴炮，但是八九不离十啊。它多巴炮不是可以折叠吗？我记得还有那个联动机构，就很帅，可以稍微没有，它是可以缩进去啦。因为我没有买过托尔吉斯，所以不晓得它是伸缩的感觉。但我只印象中它的炮很帅。哦，好酷哦！不过这个光剑是原本的，这唯一少的是什么？好像就是托尔吉斯三的枪吧，啊，那一支轨道炮吧。哎，欸，它的这个光剑翅膀上也有这个光，这个是跟卡板飞翼一致的。因为原本的托尔吉斯的光剑是方形的，对，你看它没有，所以光剑变四把。哦，这个是这星际大战里面那个，真的很凶呢，欸，是那个星际大战那个，就是那个格林菲斯将军丢了两把，还有两把，对，从他有四只手，他唰嘣嘣嘣嘣嘣，那你是不是应该再帮他多装两只手？你说把翅膀改成手？哦，不不不，什么？没有，我知道了，在手，没有啦，在翅膀里面再装手就好了。哇，哦，那就真的很像格林菲斯将军，就拿出光剑就嘣嘣嘣嘣嘣，这么一直转。可以啊，这样你的那个斧头就有手拿了。好帅哦！可以啦，还要再还要再多杀一只就对了。好啦，我们差不多可以结尾了吧？你已经开完这五盒了，好酷哦！这个哎，可是我真的觉得真的是 W 月耶，就是哇 W 的东西就一次爆发这样。你说包含那个？剛剛对啊，前面的那个啊，你定的吗？
雷欧斯，对啊。啊，你说什么定什么？啊，你在装傻吗？啊，什么？你定的那个啊？哪个？就是那个啊。那是哪个？那个 GFFMC 哦，那个哦，那个。嗯，没关系。有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影片会跟大家分享，对，大家去记得去看。对，那个、你要更夸张，你要学老高的讲法。那个我们专门做一期来为替大家，已经拍好了，那个、是之前的事情，替大家讲解。好啦，我们继续结尾，你边收边结尾吧。哇，这个实在是太过瘾了。我们这个这样两个月的精华一次浓缩在这一集，大家看了会不会马上疯？还好啦，这个利友 PB 宇宙我们这样带几个月了，虽然也不是很重要。但是就也蛮感谢大家就那么喜欢这个系列，因为这样利友就回去上班，才不 是, 是才不是这样哎、欸，是工作自己来找我好不好，对啊，那 我好像我又可以，本来之前都一直拍箱说我快要不能买 PB 了，就好像我好像又可以买 PB 了。那其实是很开心的事情、啊，这是什么起死回生？我们恭喜利友 PB 宇宙，就是可以延续下去了。太爽了吧、嗯！我之后没有，我知道了啦，我之后要找一个传人。传人，对，我 PB 宇宙就交给你了。没有没有，这很难，你要靠你自己撑着，好吧？你撑着点啊，利友。好吧。如果没有利友，就不是利友 PB 宇宙了。就没有 PB 宇宙了。不会啊，万代还是继续出啊，大家都知道我去看官方的。好，然后就听他讲日文。哎、欸，不不不，那不一样啊！看我们开是真的，我们就直接。的一个感想，嗯嗯，好啦，可以结束了啦，这部片超长的、欸，超累的。OK 啦，那也感谢大家支持，究竟还会不会有下个月的呢？会啊，这目前来看，嗯，我应该可以撑到下个月，没有问题啊。啊，对，至少再撑个半年，应该可以。哇哦，嘟嘟老师，好扯！这个月太可怕了，工作室快要塞爆了。好扯，感谢大家，也很扯。对啊。好哦，大家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刚好看到分件吗？很扯啊，怎么会有那种奇怪的零件呢、啊？你说这肩膀上这个、啊，怎么会？对啊，就是那个很，就是我们刚才有讲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有新手会剪错，他们应该全部剪下来，然后就坏掉了。对，一定有新手全部剪。这盒我觉得最酷的就是这个披风啊，然后再来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真的是，这是不是提督说他要？我怎么记得好像是有吗？好像有，好像有，所以应该一个应该是提督的吧？你说这个吧，这个应该是提督的，这个一定有人不会用。这个看起来这超容易，我刚看。很久了，这到底是这个看起来真的超像那个什么的啊！这个看起来真的超像乐高的。对啊，我有想大概有一个一个是要分开的吧？对，本来想说，嗯，那你就没有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先装上去，然后再把这个扣上来，再把它剪开，这样。超诡异啊！我跟你讲，神奇啊、哦，超诡异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。一定会有人剪错，因为通常一个一个好好的分开不行。因为通常对啊，因为通常都是叫你一个一个剪下来，一个一个装上去，就这次居然用这个神秘的组法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对。啊！你们拍完了、哦？拍完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连这个边框到时候都可以拿来做改造零件，应该可以吧？对啊，嗯，蛮猛的，感觉很好用。